山梦雨露，心头患难文章。恭大周天子柴荣，国号先德载有为。只因平了河东刘崇，得胜班师，托上天之福，四海便安，今当设立早朝内押使。奴婢在，吩咐满朝文武，有本早奏，无本退呀。遵旨，万岁有旨，有本早奏，无本退班呐。南平王赵匡胤有本启奏，候着。启奏万岁，南平王赵匡胤有本启奏，宣他上殿。遵旨。万岁有旨，南平王赵匡胤上殿呐。禀旨。朝歇他一道，风吹滚龙袍。赵匡胤见驾，吾皇万岁。二弟平身，万万岁。二弟上殿有何奔奏？只因当年北平王镇安曾聘陶氏之女三春未婚，如今天下太平，臣意与他二人完成画主，他夫妻定谢我之天恩也。既然如此，二弟传旨，宣三弟上殿。禀旨。万岁有旨，北平王镇安上殿。领旨。Yeah.
啊，二弟，你看三弟恭而有礼，与先前关系路上是大大的两样了。是啊，如今三弟身居王位，每日习学礼仪，才有这样的规矩啊。这都是二哥的教导，如何的待人施礼，怎样的朝见王家，这做嘛，怎样的所有所想，站有站行，出门要怎样的走路，缓游如何的穿衣洗脸吃饭睡觉，小弟征战疆场，从来也不知老壮，如今要学他娘的这些做官的理解，把小弟这身体累的是哎呦酸溜溜的了。我说大哥呀，要称万岁，哪个不知他是万岁，咱不过顺口一溜把个大哥给溜出来了。从今以后当着满朝文武千万不可失礼。我晓得，咱若失了礼，丢了皇上他的脸胆子了啊，还是不可失礼。好好好，哦，选好正上殿，有何国事议论呢？方才二弟走到，三弟当年依然定下亲事，如今天下平定，理当成就不念之好。什么亲事？咱老郑一概的不知啊。就是当年瓜园定下的亲事啊。瓜园的丫头十分的厉害，小弟我实实地不敢咬她呀。你乃当朝虎将，日何竟怕了一个瓜园的女子？哎，大哥，你若不信，奉命去到瓜园偷个瓜吃，也尝尝那丫头的厉害。哎，这是怎么讲话呀？哎呦哎呦，你们没挨过打，怎知挨打的苦楚哦。啊，三弟，你的心事嘛，愚兄我倒明白了。哦，你怕哪个女子？拥立国人生怕受他的教训。好好好，我愿要他陪你啊。你若在无法无天，正好命那陶三春管教育你。我的个万岁，此乃圣命，怎敢违抗啊。这些个做官的礼节，真成娘的困人呢。二弟听旨，命你不差官，准备銮驾全副，奉官下配蟒袍玉带，去至蒲城县迎接北平王妃进京完婚，领旨下殿。领旨，大哥。对呀。流落空
众口纷纭传，成笑谈。哎，好如不听，要你的三寸成银砖，好叫我郑子兵难上加醒呢，还早呢，太阳都上窗户了。叫兄弟出来干什么呀？瓜田浇水。这西瓜不是不用浇水吗？这不是因为天旱吗？瓜叶都要晒干了，这西瓜啊，对，还等着我那黑姐夫前来偷瓜呢。少说废话，给我打水去。哎，打水去。哟，打不成了。怎么打不成了？水桶没底儿。哦，这是怎么了？别忙，我瞧瞧。哦，是箍松了，紧一紧，按上底儿就成了。倒是快着点儿啊。我也不能拿手砸呀，我得找个家伙。对，我得找个家伙去。这家伙不错，正合适。
正得用。哎，慢着！怎么了？你拿什么砸呢？嗨，管它是什么呢，反正砸着正得劲儿。得了，你知道这是什么？什么呀？这个呀。啊，这是说。说说说说，是棒子。姐姐，平白无故你收个漫游的棒子干什么呀？这你都不知道？不知道。下次水桶再托底，我还拿棒子来打你。拿过来吧，兄弟。哎，跳起水来。来喽。起身差官吃地金，公银王妃驾西安市，哈哈哈哈，将铺陈。
忙得我不成仙，浑身汗淋淋，我不坐轿，不骑马，亲自率领三班衙役与兵丁，此番见了王妃面，多说好话，多奉承，王妃娘娘心欢喜，万岁面前提我的命，那时节我又升官，又领赏，越思越想喜在心，我叫人安逸，叫兵丁，老爷前面走，你们随后跟。此一是寡愿，衙役过来，有向前通禀，就是蒲城县令率领三班衙役前来恭迎王妃。是。嘿，那边的大哥，请过来。哎，来喽。哎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？哦，你们是买瓜的。我们不是买瓜的。不是买瓜的，那你们是干什么的？今有蒲城县县太爷带领三班衙役前来恭迎王妃。王妃？这儿哪来的王妃呀？你们呐，找错门了。哎，回来回来回来。王妃呀，就是那陶三春。丫头，不用的奴才，王妃娘娘的名讳也是你们叫的吗？还不与我滚了下去。是。下去。是。在下蒲城县令，敢问尊姓大名？我叫陶虎。北平王妃陶氏三春是尊家何人呐？陶三春是我姐姐，哎，可不是什么王妃呀！哎呀呀呀，原来是陶员外啊！不不不，九老爷，九老爷，九老爷在上，下官大礼参了拜。哎，别别，哎哎，哎，九老爷请起，九老爷请起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九老爷有所不知，林结章官封北平王，奉旨完婚，下官特地前来报喜。这是真的？是真的。太好了，姐姐，姐姐。姐姐，你瞧，黑压压的来了一片人。哦，八成是来买瓜的。告诉他们，性子别太急了，西瓜刚穿烟，要吃瓜等六月再来吧。哎，姐姐，不是，我那黑姐夫在京封了王了，来接姐姐进京完婚去。这是真的？是真的，那不是县太爷前来报喜来了？哟，还在那儿跪着呢。下官蒲城县令拜见王妃娘娘。得了，起来吧。啊，是是是。你跟我说说，谁来接我来了？那郑子明他来了吗？郑王爷尚在京中，乃是万岁命礼部差官亲自銮驾奉官霞帔前来恭迎王妃进京完婚。哟，这么多年也不捎个信儿来，当了王爷就长了架子了。可不是嘛。不来也行，咱们自己去。对，自己去。哎，不行，走不了。怎么走不了吧？咱们姐俩给人家看守花园，这一走花园还没交代呢。
对呀。哎呀呀，做了王妃还看守什么官员呢？此地呀要下官担待。怎么？这儿有你担待？自然下官担待。姐姐，那咱们走吧。走。慢来，慢来，慢来，慢来。礼部差官即刻就到，还有许许多多的官家礼数，岂能草草行事啊？哟，还有这么多的麻烦呢。是啊，你跟我说说，要怎么接旨，怎么款待？是是是，王妃娘娘需要人衣冠、百香案、圣旨到。跪在前，三呼万岁口请圣安，是规规矩矩地站一边，准备差官四桌，酒宴随行的人亦都要，管饭饭后要赏钱，共需白银333两，告辞备办。方贤的娘娘不小气，与众不一般。我的妈呀！姐姐，你听见了吗？我可学不上来。这咱们得花多少钱呢？对呀，得花多少钱呢？别说没见过，听我都没听说过。王妃不必担心，都包在下官的身上了。怎么着，都包在你身上了？下官点办就是。姐姐，县官说了，都包在他身上了。不行不行，咱们还没见着你的黑姐夫，先拉一屁股账。再说咱们姐俩给人家看守花园借这么多钱，哪辈子还人家呀？不拉账啊。对，不拉账啊。王妃不必担心，此款由下官点办，不用王妃归还。怎么着，不用我姐姐还？不用归还。我那黑姐夫是个卖油的，他也还不起呀。哎呀呀，舅老爷取巧了，做了王爷如何还会卖油啊？此款乃是下官孝敬王爷王妃的，不用归还。姐姐，县官说了，不用咱们还，白垫。哦，不用还白垫。对了，这白占人家便宜的事儿不干啊。对，白占便宜的事儿我们不干。进京完婚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这可难不住我，用不着你们。我有主意了，兄弟。把咱们的小毛驴拉出来，我骑驴你赶脚，进京城找你那黑姐夫去。嘿，这主意好，又省事又利落，还不占人家便宜。此去汴梁路途遥远，一路之上贼人强盗不可不防。放心吧姐姐，兄弟我手使齐眉棍，带上姐姐的烂银锤。姐姐你收拾收拾，我备驴去。啊，王妃不可呀不可。什么不可不可的，你躲开这儿吧。哎呀，坏了啊，衙役快来。哟，速速报与差官知道。是。转来转来，快快与老爷备马。是。姐姐，驴备好了。啊，王妃不可。Thank you.
白马金枪将，为民天下扬。高天地二公民，承蒙相召，为了何事？只因万岁传旨，因借讨三春进京，与三弟完婚。想那讨三春当年在瓜园礼拜朕三弟，果然是武艺高强，只是他无拘无束，进京之后若不将安朝文武放在眼内，日何时好啊？以二国之见念，以愚兄之见，可命意只用双拳的上将，取之中途路上，将他制服，免他目中无人呐、啊。计谋、倒是条好计，但不知二国命何人前往？贤弟乃是我朝第一员上将，就命贤弟前去，你看如何？是小弟不能从命。确实为何？小弟不才，一位须眉男子，若与女子交战，岂不被天下英雄耻笑啊？那讨三春也非等闲之辈呀，总非寻常皇室女子，二哥另请高明。这个镇王爷到，快快有请。奉旨迎亲费安排。三弟，二哥心事重重，解不开。三哥、高贤弟，三弟到此何事啊？三今此来非为别事，只因高贤弟在此有些不好吃口。都是自家弟兄，但将何妨？三哥，还有什么不可告人之事吗？三今此来非为别事，只因那日万岁大哥命参与那讨石女子成亲，也曾命人接那讨石去了，眼看就要来到汴梁城，他如果来时，小弟我啊，贤弟，与兄早就为你打算好了。二哥，你是怎样为小弟打算的呢？何秘密只用双拳的上将，取之中途路上，将他制服，免他目中无人。此计甚好。只是小弟我尚且打他不过，还有何人前去呀？近在眼前。哦，原来是高贤弟，可以去的，可以去的。只是高贤弟再三推辞，不肯前往。哎呀，这个。是他怕
的是战不过的陶三春，丢了他大相的脸面呐。三虎，你待怎讲？怕的是你战不过的陶三春。三虎，你好小娘人啊也。Thank you.
位，问问他们又怎么了。又怎么了？启禀九老爷，此地离京城不远，乃是西门以外十里铺，就请王妃跟一声叫白驾进城。姐姐，县官让你更一声叫摆驾进城呢。早就说了，咱们不要这套，叫他们少啰嗦。我姐姐说了，不要这套，少啰嗦。哎呀，王妃呀，若是这样进城，万岁降罪下来，小官我吃罪不起呀。哦，万岁降罪下来，你们吃罪不起呀。是啊，龙颜一怒，难免性命之忧啊。哟，这万岁就这么厉害？厉害得很，王妃开恩。要说你们这些做官的也实在是不容易呀。可不是吗？啊，九老爷，说两句好话吧。姐姐，您这儿来，咱们呢是大姑娘上轿，就这一回，哪有新媳妇儿不做花轿的道理呢？好吧，那咱们就换衣裳上轿。对喽，多谢王妃衣冠伺候。来，留下买路金银放你们过去。哎呀，不好，有响马，军士们向前。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若想打此过，留下买路不才。胆大相马，王妃罗家在此，不得不无礼。都给我往后站。往后站，都往后站。兄弟，哎，这个人怎么这么横啊？他是干什么的？哟，姐姐，您没听见呐？来了响马了！哦，响马！咱们这一路之上都是平平安安的，到了京城，倒来了强盗了。可不是吗？这可太好了，姐姐我正闲得难受呢，叫他吃我一锤！姐姐，小小的响马何必姐姐亲自动手呢？兄弟我一个人就足够对付他的。你可要小心着点儿。放心吧，姐姐。哎，大胆的响马，你八成是抢错人了。我们一不是贪官，二不是财主，是卖油的郑子明娶媳妇儿。我姐姐陶三春浑身都是武艺，你趁早退下，免你一死。咱强敌正是那陶三春，若有银钱，快快献上；若无银钱，将陶三春与咱留下，放你们过去。好小子，胡说八道！你看棍。就问陶三春武艺高强，当代虎将，飞起敌手
今日一见大，原来是个黄毛的丫头，怎不叫人好笑话？好吧，现在叫你笑个痛快，等会儿叫你哭都哭不出来，咱们单对单干。姐姐，这小子可不好惹。那是你不行，看你姐姐一个人活捉这个混账强盗，给我通通退下！退下，都退下！随咱回去做一个压寨夫人。呸！Oh!
朝三春来得厉害，再若来世杀他一剑。小马哪儿跑？看见。好小子，暗箭伤人，你算什么英雄好汉？看锤！姐姐，别听这小子胡说八道，一锤打死，为民除害。嫂嫂若是不信，请看方才射的那支箭。姐姐，乃是只无头箭。不知，只因当年北平王曾在瓜园被嫂嫂打败，如今奉旨迎亲，是俺奉了南平王赵匡胤之命，假扮相马，在这十里铺制服嫂嫂，也免得你从今以后目中无人。你正三哥他知道吗？我那三哥他也知晓。他怎么说？是他引导先帝此去，若是制服那陶氏三村，咱老朕感恩非浅。你给我带路走吧，你。